大家都留意哦，都会变成你凄惨，变成你狼狈。英雄做伪行，变成狗熊。哎，金先生，多谢你，多谢救我呢。 我今嘛要挂电工时处理婚纱的代志，咱头一间见面时阵，你唔是有甲你的领带借给我？啊，我本来想要行李的啦，啊，不过你给我名片，我用胖见啊。你敢袂当搁我一个你的电话号码，啊，我甲雨伞啊，啊，搁领带行李。哦，会用的啊，我的电话号码是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手机泡水歹起来呢。哦，无。 六下。啊，我叫金彦君。我知，我会记的，我只是唔知你的电话号码尔。金先生，你真是个大好人哎，而且还是个大帅哥。哎，无啦，啊，多谢你一直搞到三更的。哎，无安尼啦，我嘛甲我的名，啊，搁我电话号码写互你好啊。好啊。
你的头毛哪无找有当？哎，安尼袂用的啦，等一下。我心中那跳就紧啦！你的面哪会这么红啊？你是不是老婆爽快啊？来，去坐啦！希望不是感冒。我摸看看是不是发烧啊？虽然有点烫烫的，但应该没有发烧啦。你的头毛爱吹好大哦，先生。哦，我的心脏，哪会跳这么快啊？